方这个位置 左上方订购美大宝，订购美大宝的那个直播粉丝牌，购买这款产品。真的吗？老林，我之前挺喜欢老林的，我的七哥哥欢迎，我挺喜欢老林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王祖贤。让我唱首 melody， 没有太多的问题。刚开始干嘛？假的？那你之前叫什么名字？我玩儿。你玩谁？你要玩弄我？啊？谁加了我的粉丝团？欢迎。你是不是要玩弄我？你有啥事儿？你说明白点。我没有什么事儿。玩你打不过我，你告诉我小飞象在不在？在，但是给不给腰费？不给。啊，他挂机是吗？打他！刚想说，但没有，我们家还有个大哥在呢。谁呀？你家二胖子杰哥干嘛呢？不是，你们家还有说哪个大哥在？有个讨厌的小飞象是不是挂机了？小飞象是不是挂机了？一个很讨厌的主播。嗯，哎呀，就七。我也认识一个很讨厌的主播。我吗？是吗？不是认识这一个来找我报仇的一个女的，就是普通话都说不标准，可讨厌，欺负我，差点把我说哭了都。你告诉我叫啥？你告诉我叫啥？等我回头我自己充20000块钱打他，我替你报仇。忘了。他一个，那就别说了。你先告诉我，小飞象是不是挂机了？嗯，是嘞。打他！年华，你们家还有别的大哥是不是？是。对不起。嗯，原谅你。谢谢。有没有好玩的游戏吗？嗯，反手扣嘴，做鬼脸，就是谁血条低谁这样。啊，好像没人理理谁理我吗？哎呀，我们家太猛了，直接上了一票。我们家我二哥呢？那敢不敢来星星大战？就打小星星。嚯，你们别太冷漠了。我为什么要跟你打小星星？我们家条件那么好，我这么有钱。看吧，欺负人儿。看到没有？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吹牛逼真的封号。这帮女主。谢谢王星的小星星。哎呦呦呦！哇，我就欺负你，嘿！哎呀，谢，这是七哥哥是路过的，刚刚。谢谢七哥哥的爱心彪彪叉。是我杰哥哥的 AK47，一个刚刚才来的哥哥呢。哼，我们家哥哥天天在呢，哼。好吧，我们家哥哥不挂机呢。哼，谢谢年华的直升机。对不起。啊，你说吧，雪条玩不玩？玩啥？你说玩什么？谢谢七哥哥的爱心光波，谢谢年华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，这一夜。哎呀，你说吧。七哥哥来，雪条玩小花鸭吧，来吧。好吧，好久没玩小花鸭了。谢谢我去城市的飞机，哥哥们，我们众筹一下呀！谢谢年华的翻面。你少，你给我做小黄鸭，你做呗，做就做。谢谢年华的打扣。对不起，哇塞，有药费吗？我的妈耶，你家太猛，救命啊！我操嘞！这我居然是嘉年华，谁给我说的那个？对，七哥哥的，哎呀，独角兽，谢谢，好牛逼女的，谢谢年华，快点给我小黄鸭，谢什么谢？快点。激动啥呢？就找你玩一下，你说你一天，你找我玩，我不得打你吗？我条件这么好，你为什么每次打我就有条件呢？打别人，我看你平常从来没有这么有条件过。你别吹了，我打别人，
我打别人比这条件还好，我上次打一没有，上次三个家电话加才多少，我看到了。啥时候啊？就那是我问你，我说你打我这个条件，你打别人你就一千多干。什么情况？因为打别人不用那么多钱，你长得好看。那你输了，你当时。我当时没有钱。你当时你们家齐哥哥也在。防止偷糖，应该不会偷了吧？应该不会了。我怕我这么嚣张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我的妈耶！哎，我的天，我太幸福了，嘚瑟大劲了。三个呢？以后不能三个嘉年华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今天哪一个哥哥？我七哥哥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家？我的那个小本呢？我要记下名字来，以后他们在的时候不能跟大宝。叫一个叫我的七哥哥，一个叫奔腾年华。我的瞬间小时榜第三了，我的妈耶，好猛啊！我们家哥哥，哎呀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直播间的宝宝帮我感谢一下，两个哥哥打的，七哥哥还有啥年华哥哥是吗？嗯，是的。要不给点腰费，我刚才就是吹个半天牛逼，就是你们也别拿我消息。好的，等我下播了，我来感谢一下七哥哥的礼物。哦对了，加了直播间的宝宝，加了粉丝团的宝宝可以加我的粉丝团。拔吧拔吧拔吧，你生孩子吗你？哎呀，我你早说生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说生孩子我肯定能打过你，肯定能打过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爱生孩子，我自己怒充10000块钱打你。快点生吧。真的吗？你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让我生孩子，我记仇了。我就是我，你还让我生着你？我逮着你，我就整不死你，我找个玩具。激动的，这太激动了，我看那个数字啊。对面哥哥有没有给点药费的呀？有没有给点药费的？要没有的话，我一会儿再问一遍。要不来了，好像是不是年华来了？哎，你看一下有没有药费哟、哦。七哥哥是今天你都是随便打的，哎呀，还是要感谢、啊。我待会儿去私信你。你这是路过的吗？你是来跑骚的吗？欢迎小白同学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没有娃娃，我不是少女。好吧，你练练。那个奔腾给你送医药费了吗？谁呀、啊？他刚才那个了。没送，没送。第四次看直播，我的妈！我们家没有娃娃，我给你生个灯得了，这个行吗？行，那就生灯吧。哪个了？我要命令你吗？对，你要指挥。好吧，开始疼。啊？疼？其他劈开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宝，我不会啊，是不是搁小时榜上呢？啊，对啊。
能不能挂了重连一局啊，蹭个小时。哦，我们家七哥哥让我抓紧时间 PK。 就不能跟我重连一把吗？我蹭个小时榜不行吗？一会儿给你蹭，我家七哥哥让我抓紧时间 PK。 刚刚那时间现实的女人啊，现实的女人啊。那我找谁 PK 我不知道，找初七，但是我不知道初七他们家人在不在呢。你是现在找练 PK 打级的吗？是连榜十一，榜十一是谁啊？榜十一是谁？欢迎杨过。他人都走了 P 什么嘛 P， 他人都走了还让我去连 PK， 这等我是不是？你们家主播是谁呀、啊？